讲本尊，讲大日，讲法身，谢谢各位如来，大家早安，会长好，会长好，秘书长、主持人，大家都好。我刚刚才报名，那为什么？因为刚刚就是那个，丽萍，对对对，是丽萍的战役激起我内在那个法身，他就冲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刚刚丽萍他是战役的，就是说，那我们本尊呢，他就是那个金身金色身。那他在讲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金色身出来。然后呢，我现在我是电台主持人，我竟然现在心脏会砰砰跳。我不晓得，然后我看到丽萍在战役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们本尊的金色光出现以后，我后来我看到是这个转化这个宇宙光明体这一本，我就马上怎么出现宇宙光明体，好震撼。然后我心中噼啪噼啪一直跳，好紧张。我说我在紧张什么？然后呢，丽萍她又讲到说，她脚就软了。他讲软，我也软了，就跟他合影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软了又后来他又说，他就很激动，然后就眼泪就掉下来。我那个眼睛真的就开始都按那挡眼，就我们怎么都跟他一样，哇，好，真的就是哎，我们怎么讲？就是大家都是合一，一级一切，全部挣钱，跟我们外围的弄中午安那都丢了哈。然后呢，不止这样子哦，我刚才去拿这一本哈，《光明的生命大道》，看到三个像都在里面。这个是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本尊出现在天空，嘿，第二像就出来的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还有第三个像就出来，真的好，真的为什么好感动？真的很感动，这是真的啊，真的。所以我就我连那个座位上，我心脏就噼啪噼啪一直跳。我奇怪，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像谈恋爱第一次要约会，然后是就跟定位啊，其实没什么好紧张，可是就是怎么会变成这种感觉？那还有就是平常也是蛮多的一个镜像。那我简单再分享一下，就是有时候就是我现在就是大部分都会看到像大日啊、漩涡光啊，都是彩色的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漂亮。然后心里就是喜悦，就是喜悦，每天早出门就是喜悦，又就欢喜，就欢喜，就欢喜，安尼的对啊。然后来到大日中，我是一年多了，我去年的五月加入的。来会长，我认识会长已经十几年了。阿爸去刚拄到伊，我讲你哪会拢无甲我讲？我讲古年在礼拜内，伊讲这个是没有缘起，所以我必须要让我走过了。我行过几年，我十八岁开始行，行到今嘛吼，一直找到，真的向道心非常强，因为我一个人就自由自在，今生就是为了要来找到永生灵魂的永生。所以我真的走过很多地方，你要跟我谈哪个地方，其实都知道，都可以聊。真的，我们在座很多都去找，都很多人都找很多所在，都找，找到这就对了，这是终站，最后的一站。所以这里就是我的家，我们灵魂永生的家。那再来战役就是说，因为刚进来，之前我是都有打坐，然后也会处理，可是都要眼睛闭上。可是就是因为看 DVD， 那把酒金边那种换的名呀，很特别呢。然后来到这边就是，秘书长第一次带我的时候，是眼睛真的障碍哈，真的他在带动的时候，我真的都看到。那一天就处理哇，我要好胜呀，那都对了哈。然后呢，我是觉得也是很跟各位同道哈，真的分享。我们道场真的不论怎么样能够来礼拜天都要来，因为这边磁场太强了。那如果说有朋友要来，我都跟他们要求，你一定要到十点以前就要来这边，因为这个推书呢真的很重要。我也曾经看过，就是之前我们那个副会长嘛，他那个时候推书一定三个人一道跟着起来，他真的一道光，就是有看到的人都知道。还有就是像我们秘书长，我在
有时候没有空礼拜天过来这边，所以呢，我就在我工作的地方，我拿着我的手机，然后就是我们有那个战役的时候都有录影嘛，那我就拿我的手机这样子看，哎，黑的秘书，黑秘书长，你退出嘛是几多根呢？我赶快手机啊，你买快的根呢？哇，真的很神奇。还有就是，对，还有就是，哎，像。比如说，哎，我们等一下战役完以后啊，那个会长在讲话的时候，嘛是个几头光啦，弄中光啦，哦，就是全部都是光哈。那还有，哦，不要讲太多，我再讲一个重点就好了。哎，就是说那个，因为就是只是看到，那不会去运用它。好，哦，那个就有同道，因为我们晚上有那个晋级队那个战役会，还有我们网络的，我觉得参加那个非常重要，因为那个能够让我们提升，还有就是学习到很多。每一个同道的战役，其实都是我们能感受得到。然后呢，他就说，我就说，哦，我看到漩涡光很漂亮，然后彩色的，然后怎么样？他们说，那你有没有进去？我说怎么进去？刚进来都不会，可是你天一天学一学就会了。那我现在会的，我怎么会跟你们分享？就是我要上班啦，然后我早上一出来，阳光都出来，我就跟阳光就把它当大日 ，hello， 我就跟他 say hello。然后我要骑车的时候，因为在我们那个本尊那个 DVD 里面也有讲，伊就是讲吼，个想象就是跟你的法身。互动，想象这个哦，想象我那一只龙，啊，我龙吼，就是我开汽车上班，啊，这个吼，我就两只手开汽车，迄是真龙的迄个龙角，我就甲看咧，啊，即马开始要上班哪行，就哪飞哪行哪飞，然后呢，就前面因为往前面都有云嘛，蓝天白云很漂亮，那呢，我就观想就说哦，云龙。带我去上班，然后一路上，哦，很快跟用飞的对吧，就快乐的呢，然后我就是跟他互动，还跟他聊天，我就哇，整天心情好好，然后就是很舒服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是哦，原来就是要跟你的法身，要跟他互动，要跟他讲话，要跟他就是生活就是道，哦，在生活当中呢去跟他互动，然后越来就是哎觉得说哎。跟他越互动，然后就是越好玩，然后就是很开心。那还有很多的分享啦，那以后，欸，有机会再说。那真的是来到这边的人都受到光的照耀，真的是现在大日真的走强势，非常的棒，太高兴了，太开心了。好，再遇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感恩感恩。